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平百姓。好，那今天百姓想要来跟大家说一个比较严肃的话题。那这个话题的话，在直播组的话，应该也是比较没有人敢说的真相。哦，但对我而言，我觉得有些话应该中肯而且勇敢的去说出来，让大家知道，因为这关乎到大家的，应该说是可能是生活哦，或者是感受等等，好，那这段言论可能会遭受到许多无情的炮火，好，所以我拜托，如果你是讨厌百姓的人，千万不要往下看，因为这一段影片我一定会开盈利，而且开好开满，好，如果你不希望让我有钱赚，而且不希望让我有流量的话，我劝你现在关掉会对你比较好，好，但是有趣的是，这些话我平常都会说，但总觉得不如拍一部影片慎重跟大家再说一次，我会觉得更有记忆性。哦，我是一个游戏人，我喜欢玩游戏，我热爱游戏，哦，更热爱天堂 W 这款游戏，我是真的很喜欢玩。但大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件事，就是开服以来，韩国的话，不论是光头总统或者是斗牛犬或者其他实况组，在游戏中或在直播中，哦，或者拍影片，我一直挑衅台湾的直播主，当然包括我这个除了几百万的铁公鸡在内，哦，甚至在韩国被我们打败之后，也只能说台湾的我们 no money， 输不起吗？我就问是不是输不起？你们都输了还叫我们一直出资？我先打一个问号，刺激消费还是怎么样？我觉得如果是这样的话，等你赢过台湾这些团结的人的话，我再来考虑。我是说考虑哦，我在考虑要不要出资啊。这种感觉就像像零七福的总统打输了伊瓦零七的团队后，然后说丁特开挂一样，对吧？是不是也是输不起，还是怎么样？哦，因为你们在我的心中根本就不是台湾人的对手。哦，现在伊娃的部分，伊娃四五七，台湾也的确是赢了。哦，所以对我而言，就要花钱，我也不想像白痴一样一直砸、一直砸、一直砸、一直砸。哦，那我也必须讲啊，其实哦，大家在处置的人哦，心中是有一个底，我们不是地主国，但是大家都希望台湾能赢，所以才去处置啊。就希望你打，就希望赢嘛。举例来说好了，像空降的100%，厨子2300万，2300万赚。斗牛犬点爆了子午，史奇剑、沉默大剑。但就我而言，我觉得有眼睛的人应该都知道，我们不是白痴啊。因为你或许你是个很强的课长，你或许很喜欢玩这个游戏，你甚至你金钱无限也都无所谓，但是你把一把全服最强的武器就这样点爆掉，你没有备案，你没有备品，你就点了就没了，你为什么会把自己处在一个这样的劣势下呢？大家可以把这个东西的关联性稍微想一下哦。你是除非飞到必要，不然你不太会去做这件事情，因为钱能解决的问题就不是问题嘛。那是不是有没有可能，你早就知道红装备的制作会出，或者紫装制作会出，又或者是 TJ 卷会出？大家可以想想，四个月，大约短短的四个月，的确现在也全部都出了。好，可能哦，工商费非常多，那 OK。可你工商费多，不代表你今天你有钱就能够买到这些东西啊，而你又把它花掉，所以是不是你可能早就已经知道了？今天我说这些啦，
哦，可能会让一些不止韩国，甚至一些讨厌我的台湾人来泡我。哦，虽然说我前面就已经讲了，那你真的如果不喜欢我，千万不要往后看。可是你还是忍不住往这边看的，对吧？也有可能我讲出这些话会被冷冻，但是我不在乎。哦，因为我想让除了一路以来支持我的人，或者是你不认识我而因为今天这部影片来看的台湾人知道，游戏它是带来欢乐，游戏是要让你玩开心的，而不是让你干我妈一直花钱花一花，然后自己又不开心。大家储值都要依自己能力许可去花，而不是上头键按下去，连自己在做什么都不知道。你想一下啊，你储值所花的钱可以做多少你开心的事情？不要因为被刺激击到，或者是他人的影响，或者上头就失去了自我。如果这样，你真的开心吗？啊，当然，如果你钱很多，你可以这样砸，那没关系。哦，我今天只是告诉大家，可能自己的经济能力比较没那么高的人，你要去思考一下这件事情。我也必须讲，我的经济能力，或者是我会上头这些问题，我自己也有。虽然讲这些话可能没什么说服力啊，哦，但是我自己也是类似这样的，但是也不会讲，我可能在游戏当中，我的确可以买到我的开心，但是大家要仔细想想，你是不是真的有这样的经济能力，可以去这样砸？你要记得，你不是地主队哦。当然，我相信一定有人会说我没有钱，或者说我找理由要来怼我。哦，虽然我在片头已经讲了，跟你讲说叫你不要看，你还是看完了。哦，所以很简单，超简单的。如果这一部影片底下有10000个赞，我平民百姓会再出资100万钻来赌纸娃。但是如果你是希望我不要上头的人，你是支持我的人，千万拜托你不要按赞，好，留言来跟我讲讲你的看法以及想法，好吗？玩游戏依能力许可而去做，不要无限上纲，无限上头，好吗？好，以下开放留言。好，那今天这段对话是希望让大家在玩游戏的时候能够开开心心去玩，不要让自己增加很多很多的负担。OK， 好，那如果喜欢今天影片的话，请记得右下角订阅，右下喜欢订阅旁边的按下去，随时可以收到百姓第一手的不能说的秘密的消息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